安怎，你伤忝哦？无啦，就最近哦，颔骨那有淡薄暗。哦，无我甲你抓一下啦。无紧啦，我家己哦安尼舒展一下就用啊。哦。我以前嘛常常帮我妈抓人，伊逐摆拢讲，互我抓了吼，比去外口人按摩搁较舒适。你唔免甲我客气啦，来。帮我轻松。我总算是要甲博文斗相共啊！你，亚玲，你莫误会啦，是头拄仔博文讲伊颔骨那有淡薄仔酸痛，啊，我进前照顾妈时阵嘛有研究过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就顺便帮伊抓一下啦。哦，多谢你照顾博文。亚玲，阿姨哪会用啊？手术时间用哦，我想讲你爱食迄间甜点店，今日有开，要做伙去食点心无？亚玲是不是有话要甲我讲？我阁有资料爱看，无你找小姐好啦，吼。我知影大家拢是好朋友，我们嘛一定对你做好诶。不过安怎讲？有时阵啊，我真正感觉你明明心内底对我最不满的，啊，不过表面上却对我遐尔啊温柔体贴，讲什么拢是为我好。其实你真正唔免安尼，你讲什么维护我，啊，不过我心内底真正感觉最痛苦的。既然安尼，我就直接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博文？博文遐尔啊巧，人缘阁好，对别人啊阁有家属，拢足好足体贴的，我当然嘛足欣赏。我是问你，你喜欢伊是无？你本来就是博文的太太，看到伊甲别个查某囡仔安尼有讲有笑，当然嘛无爽快。啊，不过既然你是阿母，只要你是真心对待博文的，你就袂去烦恼伊甲别个查某囡仔暧昧，除非你对家己的婚姻无信心。你伫个这个婚姻内面，就等于是有优先爱博文的权利，那安尼你就应该好好啊珍惜。不是卡被丢丢怀疑，你跟外口的查某人有暧昧？我不是，我是珍惜我甲博文的感情。那安尼为什么你常常拢在冤家？因为你总是把恁厝内底的人放伫博文的头前，你拢未记博文是你的翁婿，伊才是你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博文是我的翁婿，不代表我袂当关心我家己的亲人。比起你家己，你应该加替博文想一挂。我一个护理师，逐天伫个病院，看到博文受遐尔侪委屈，我了替伊感觉足唔甘啊！你这做太太，刚刚拢唔知影博文压力有偌大。问你的话，苦心底。